再一次向我们现场诸位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线上的好朋友、好同龄，大家问安。今天晚上是我们内湖教会所安排的，本周第二堂的圣经讲习会。我们圣经讲习会这一次的主题是希伯来书，那小弟也另外呢，把它命名为新旧约之桥。但是因为我们时间不长，所以我们大概只能做略解。上一堂也跟大家分析过，就是这整个内容有13章的篇幅，所以如果依照我们四堂的进度，大概只能约略讲到分段跟里面几个重点。以后如果有机会，主若愿意的话，再跟大家一章一章近身的来分解。我们上一堂讲到最后，就是希伯来书的受信者。我们上次讲到希伯来书的作者既然没有留在这一封书信当中，所以不管是支持他的作者是使徒保罗的，或者有另外一派也不支持这个作者是使徒保罗的，小弟提出个人的见解给诸位当参考，就是我们就姑且称他为希伯来书的作者，更重要是里面的信息。那如果我们遇到其他人，当然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有人跟我们坚持这个作者是使徒保罗或者不是保罗，我们还是尊重他们啊，不要落入无谓的争辩，只不过我们可以讲的讲法是这个样子。但是更重要的是，希伯来书的受信者这一群群众是谁呢？当然在2000年前，这一封书信很明显是写给所谓的希伯来人的弟兄姐妹的，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啊，这些都算是这个范围的。但是对于今天呢，我们既不是希伯来人血统的基督徒，难道这一封书信对我们来说不重要吗？于是在三堂最后，我们依据希伯来书里面经文的内部的这个证据，我们归纳出七点，如同大家在画面上看到的。从这七点我们发觉，其实跟我们今天在座诸位大部分的同龄是一样的，我们就是这七点里面所说的，我们都是听到很久的，都有一段时间啦，不是刚来接触道理的，我们也都不是经由主耶稣基督直接说话碰触他才来信的，是有诸多的前辈跟见证者为我们做见证，因此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相信了他。而且我们当中很多的人跟他们一样，曾经有好长的一段时间为主服事、为主工作，对人显出爱心，侍候众圣徒，都是乐于行善的。而且在当初这些同龄当中，有很大一部分很不简单，他们经历了非常人之苦难，但是依然没有丧失对主的信心。即使他们所有的家业在无理的状况被抢去，无法夺回，他们仍然来到读信者的面前。为什么说他们来到读信者的面前呢？因为在2000年啊，其实识字的人不多啊，不像我们现在大家普遍都读得懂，所以我们手上也有因为印刷的发达而有一本纸本的圣经，甚至是网络上的电子版的经文。2000年前，甚至在1000多年前，是在几百年前，是一个文盲居多的时代背景，所以人要领受这教会所传达的真理，通常无法自己来读，也没有那么多经卷可供阅读，于是在教会里面就有要大声诵读这些书信以及旧约经卷的人。所以大多数的弟兄姐妹在2000年前来到教会这个地方，都是透过讲道者的讲道或诵读，才能够明白神所留下的信息。那这一些在大苦难当中连家业都被抢夺的同龄们的前辈们，他们是什么样的心情，还愿意在没有丧失信仰的状况之下来到诵读这些书信的人面前呢？那是一个不得了的信心，也值得我们去思考，值得我们去效法。第五个证据说，他们也接受过不少传道人，当然不仅是传道，当中有使徒、有先知、有教会负责人、有长老、有执事，他们是许多人带领过的，如同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是一样的。还有第六个、第七个，发觉他们跟远方各处教会的同龄都是认识，所以有这些证据，我们发觉其实希伯来书的受信者就是我们所说的老信徒，是信主过一段时间的，
所以今天如果问我们说希伯来书是给什么样的人读研究最合适呢，就是信主有一段时间的同龄跟弟兄姐妹最适合也应当要来理解跟领受希伯来书当中的信息。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再看下一个哈，讲到这个希伯来书著书的时间，大概提供个简单的线索给大家当参考。如果在过去我们神学院所留下的讲义，以及我们教会一些前辈所言，大概一个最不会出错的时间点，认为希伯来书写成的时间大概是主后60到70年。但是如果我们要更精确的来判断行不行呢？可以的。所以在这第二格里面啊，从希伯来书信里面的8章4节、9章6节、12章27节、13章10节，我们很明显从里面的文法跟字句，因为时间关系，等一下我们可能会翻阅更多圣经，所以这个我们就讲过了，都记载在写信的当时应当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还是存在的，圣殿里面相关的祭祀还是正在进行的。所以可以肯定啊，从圣经外部的历史以及这些记载的证据，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后来被摧毁了。耶路撒冷被摧毁之后，耶路撒冷当中的圣殿也被摧毁了。发生在什么时候呢？主后70年。所以因此一个最确切的都希伯来书应当是在主后70年以前就写成的。那要进一步去缩小这个范围，在这个书信里面并没有提到当时的弟兄姐妹是处在战争的状况，或者是面临过战争的状况。那么在圣经外部的证据记载，我们知道在主后几十年发生过一场战争，是在以色列地方的，是在耶路撒冷发生的，就是所谓的犹太战争。我们不在这里多做介绍了，这是相关的资料。犹太战争发生的时间是在主后66年开始，所以继续再缩短这个时间，它一定是在主后70年，那又可能是在犹太战争发生之前主后66年，所以应当这个希伯来书写成的时间是在主后66年以前就已经完成了。那第三格我们看到的，在希伯来书的书信当中提到，希伯来书12章4节写说，但信徒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在70年的毁坏以及主后66年的犹太战争，更早的时候其实有发生一件事情，就是罗马皇帝尼禄啊，我们以前有那个一个烧 DVD 的软体哦，叫 Nero N-E-R-O， 不知道出到第几代，就是从这个皇帝的名字来的，很会烧嘛，所以后来变成烧 DVD 的。那其实不是啊，他不是烧 DVD 的啊，他是烧罗马城。所以历史上记载这个皇帝也可能有点精神分裂或者很特殊的倾向啊，他自己为了他的灵感，为了他喜爱，他放火烧了自己的首都啊。结果烧了之后啊，没想到这风向球放错了，整个罗马的人民无法忍受这种事情，就要找出旧责，要找出谁做这件事情的。这个皇帝可能有点吓到，于是他就要找代罪羔羊。那是谁呢？传说有一个宗教团体，他们所相信的救主说将来要放火来烧了整个世界。是谁呢？就是基督教啊。所以耶稣基督说将来我来啊是要用火，他又说我来到地上不是让人家太平的，是要烧起一把火来的啊。刚刚好他们所相信的对象就在倡导这个事情，他们也一直在传扬这个事情，那就把罪归到这个团体的身上好了。于是尼禄皇帝就嫁祸给当时的基督教会，并且趁这个机会啊，就顺势的逼迫了教会，也残害了教会。这发生在主后64年。所以回到希伯来书的内容，这里在12章第4节既然谈到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所以应当也这封书信是在主后64年之前很有可能就写成了。所以最后我们的结论是怎么样呢？所以应当是在主后63年到64年期间，这是最有可能把范围缩到最小写成希伯来书的时间点，提供给大家当参考。就是从圣经里面，小弟带大家走过这一招，也发觉说，哦，原来
很多我们推断时间也是从里面的线索再配合外部的证据，然后一步一步推出来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可能接下来到这一节聚会结束都在讲希伯来书的分段。分段对于我们查考圣经跟研究圣经的信息来讲非常的重要。比如说无论是讲道者或者我们在准备分享的时候，无论我们所查考的那一段经文是长是短，短到比如我们像早祷会只念了几节的经文，长可能多达半章一章，甚至有些内容啊，它是长达几章才能够完全描写完毕的，包括旧约的大小先知书，它可能某一个重点就要长达四五章那么长的经文篇幅。又如我们在新约里面马太福音，光是登山宝训，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它如何来区分里面的内容呢？从五章第一节耶稣上山开始，一直到第七章耶稣下山为止，所以这整个长达三章的内容全部都是在山上讲的宝贵的教训。好，这就是所谓的圣经的分段，从分段里面我们才能抓到一个完整的重点。无论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是短的或长的，无论今天你读了之后没有任何参考资料，你觉得里面你有几个重点信息，三个也好，四个也对，五个也可以，这个是怎么出来的？就是从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是如何做分段而产生的，每一个分段就有它的重点。那在我们真耶稣教会里面，在小弟陈述我个人的分段给诸位当参考之前，小弟也在查考这个经卷，先去查考本会前辈对于希伯来书研经所留下的一些资料。那当时呢，我们知道最近这两三年，大家从本会的腓立门书房里面也可以找到一本希伯来书释义的书，那作者是我们的陈中阳传道。那我在看到这本书之前，其实我已经十几年前开始在查考希伯来书了，当时还没有这本著作。那更早之前，我发现在我神学院的讲义里面也有两本关于希伯来书这个经卷的解释跟讲义，其中一个是两位都曾经担任过本会神学院的院长了，一位是林永基长老，一位是罗森森传道。那我也在这里很简单的提供他们的分段，可能借我们这些分段，大家就可以约略感受到，哦，原来希伯来书的重点应该就是这个样子。比如说在我们林永基长老里面的讲义，他希伯来书的释义里面的分段，直接将整个希伯来书信的十三章每一章就做了一个重点，我很简单的念过，大家去体会这些一直出现的字眼，大概都会知道它的分段是依据什么了。这是林长老的，他第一章的主题叫做更美的耶稣，第二章的主题叫做更美的救赎，第三章的主题是更美的使者，第四章的主题是更美的安息，第五章的主题是更美的祭司，第六章的主题是更美的成长，第七章的主题是更美的职分，第八章的主题是更美的新约，第九章的主题是更美的条例，第十章的主题是更美的献祭，十一章更美的信心，十二章更美的盼望，十三章更美的爱心。我简单念过一次，可能大家来不及抄了，没关系，就是让大家稍微意会一下，林长老对于希伯来书的分段，就一章是一个重点，每一个重点里面都提到三个字，有注意到吗？更美的，就是这样子。那后来另外一位神学院院长就是罗真生传道，他的也有一本在神学院对希伯来书的讲义的分段，他将整个十三章就简单分成四个段落，这四个段落我也简单念给大家听了，这个没有秀出来，比较抱歉。第一个段落是第一章一节到四章十一节，他下的题目是主耶稣比众神仆更美，也有更美啦，主耶稣比众神仆更美。第二个分段是四章十二节到七章二十八节，主耶稣比旧约大祭司更美，是比旧约大祭司更美。接下来八章到十章三十九节，主耶稣比旧约的祭拜更美。然后十一章到十三章对信徒灵性的鼓励，
好，小弟简单将罗真生传道也担任过我们神学院院长，他对希伯来书的四个分段。好，那小弟的分段呢，看过他们之后，我仔细的再把这整个内容查考多一段时间，念过很多次，我觉得我提供小弟个人的两大分段给在座的诸位当参考。希伯来书的两大分段，整个十三章，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十章的十八节，我觉得是第一大分段。这一段分段的篇幅就占了将近三分之二那么多。这整个那么长的分段来讲什么呢？叫做超越的基督。你说超越跟更美有什么不一样？也一样啦，也可以啦。哦，超越的基督。那接下来在这一个讲完这个主题之后，从十章十九节到最后整个书信的结束，再讲超越的基督徒。好，那怎么去分段这两大段的，我们等一下会讲的更详细。现在小弟想将这个时间带领大家一段一段的来看过。本来啦齁，如果是要保留一点神秘性，保留一点聚会的趣味性，趣味性不是不敬啦齁，就是引发大家对这个道理查考更有一点方法的话，我是不会秀出下一章的。我会告诉大家说，那从第一章第一节到十章十八节，这第一大主题超越的基督里面是有分几个重点在说明的。圣灵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借着几个重点，让我们能够完全掌握基督的超越性。那几个重点呢？第一个重点，我就先来体会一下这个方法，等一下再去下一章就真相大白了，好不好？第一个重点就是希伯来书的第一章跟第二章。这个研究的方法是什么呢？当大家在查考圣经里面，真理圣灵引导我们有不同的解经方式，其中一个解经重要的方式就是你在念一段经文里面，不管或长或短，你发现这一段经文里面老是有一个字眼不断的重复，那个应该就是神要我们特别去体会领受跟注意的地方，这个叫做字词的重复性。所以接下来从一章一节到十章十八节，小弟都是用这个方法。好，那现在小弟留两分钟的时间，因为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很忙，工作学业或其他的，可能知道我们圣经讲习会主题是希伯来书，也不一定有时间先看过啊。照理说是应当先看过一次比较有印象，但是我怕大家因为忙，所以我就留两分钟，请大家希伯来书一二章现在很快的浏览过一次。然后你请麻烦你们请注意一下，里面一直重复的字眼，我先提醒哦，耶稣基督跟教会不算了，所以你先排除掉啊，一直重复叫做基督，那对啦，从头到尾全部在讲基督啊，新约耶稣基督这个不算之外，哪一个字眼在一二章一直重复？好，现在小弟不吵大家，大家慢慢看。我们再一分钟哦。好，那我们先看到这里啊，齁。好，请问在座诸位，这就是
小弟在我注目的教会用的方法，直接在聚会里面留时间让大家看过，一定会比较有印象。也蛮昏昏欲睡的哈，然后讲过一堂，大概全部都还给老师了。好，那你们发现哪一个字眼就在重复？天使，还有另外一个字，中文看起来不一样，叫做使者。那在这里面呢，大家发觉到天在新约希腊文，我们所读到的新约圣经里面新约希腊文的天使，本来这个天的中文是我们加进去的，它本来就是使者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这个希伯来书一二章，包括其他新约圣经所读到的天使跟使者，原文里面就是同一个字，哪个字呢？我念这个音给大家听一下。后是定冠词啊，是阳性定冠词单数。和 angelos 听起来，大家有听过英文的 angel 吗？ A-N-G-E-L angel， 我们就想到、哦、那个 很可爱的天使。其实和 angelos 就是英文 angel 的语言，就是从这个新约的希腊文来这个字来的。这个字原本的意思就是使者，他没有天的意思，他就是使者。那所以这个使者我们看到了第一章的第四节有讲到一次，四节后面有讲到第二次，五节讲到所有的天使，第六节的后面讲到神的使者，有没有引用旧约的经文？第七节又提到论到使者，里面引用旧约的经文又讲到使者，十三节讲到所有的天使，十四节讲到天使，二章二节也讲到这个字，二章五节又讲到这个字，二章的七节、九节、十一节，十一节没有，一直到最后十六节，到这里一直在重复这一个字，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好，所以我秀出这一章了哈。大概等一下还是留一点时间，但是这个趣味性跟神秘性就比较没有了。所以第一个主题在讲什么呢？一二章。整个在比较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超越所有的天使。那个天使跟使者有什么差别？其实原文就是使者啊。这个使者不只是指着我们原来印象当中那灵界里面的灵体的存在，因为一般我们讲到天使会讲到在天上侍奉神的，有长翅膀的，看不见的，是大能的。可是新约圣经里面的使者并不单指的这一个层面，包括在地面上传神信息的。那今天我们在座诸位弟兄姐妹，我们也是有这个神国大使的身份，我们就是使者啦。所以在旧约里面，雅各在以石为枕头的地方，他看到了一个异象，看到天有一座天梯啊，通天，在上面上上下下有许多的天使在上下。其实那个异象，他仔细研究起来，就是他看到了教会跟主耶稣基督啊，因为基督就是教会的头，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没有借着他，若不是借着他，没有人能够见到父，也没有人看见过父。借着他，那今天他在哪里呢？他就是今天在世界上的教会，就是我们今天说教会。那教会里面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呢？不是这一栋建筑物，不是这个场所，也不是这个组织，而是这里面的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那这里面的弟兄姐妹既是神的儿女，也是同龄，也是教会的组成跟肢体，他更是神的使者。所以如果今天说神的使者在哪里，除了我们印象当中灵界里面存在的灵体，所谓我们所称的天使之外，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只要接受过洗礼，领受了真理的圣灵，我们都是被圣灵差派神国的使者，我们是天国的 ambassador 大使。我们出去就代表了神国，我们出去向人家讲的每一句话，都会让人家借此来认识耶稣是什么样的存在，教会是什么样的存在。所以我们身上应该要发挥耶稣馨香的香气，我们身上要披上耶稣为我们的外衣。大家有理解到我们这个身份了吗？今天神国的使者在哪里？你要说就是我，就是我，不是来传道，
也不是某某长老，也不是总负责，我们在座每一位都神国的使者。好，那第一二章为什么把这个放在第一个比较呢？因为很简单啊，灵界里面存在的，我们说第一个层面，这些灵界里面存在的灵体，所谓的天使，它本来就比人类更有能力，更有能力。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读过很多的神迹，那一些人都行不出来的，包括穿墙啊，包括能够毁灭整个军队啊，包括传信息啊，能够自由来去啊，或者医病赶鬼，都是这些灵界的存在。本来他们就好像比我们带软弱肉体的人类更有能力，而人类就是有这种软弱，什么软弱，很容易去崇拜比自己更厉害的存在，是不是？比如说今天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只有一位神啊，可是在社会上却有很多神的称谓跟称呼，有没有？经营之神，以前在台湾有听过吗？台湾有经营之神，就是我们尊称那一位企业经营家王永庆先生。日本也有日本的经营之神啊，叫做松下幸之助先生。哇，现在还有活着的，不是死掉的人家叫神啊，活着的也叫神啊。比如说有股神，美国的巴菲特先生。还有呢，连安达也有神啊，安达之神是谁你们知道吗？ Suzuki Ichiro 对不对？哇，好厉害啊，那个安达每次都打出来变成神啊。还有呢，食神、厨神，电影里面的。哎，很奇怪，怎么这么多神呢？连人都还没有离世升天就被封为神，那是因为他们能力，他们所能达到的成就，不是我们一般人想要跟努力就可以达到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赞美一个人说，你真是太神啦、啊。可是这些都毕竟还是人，那灵体里面的存在呢？我们看到新旧约里面的记载，所以啊，我们不要说啊，我不可能去拜这种东西。就人类人性的软弱来讲，发生的时候我们都无法避免。大家还记得旧约的但以理书吗？但以理在进食祷告之后，神差他的使者，就是天使，显现在他面前对他说话。大家如果再回去翻旧约但以理书，但以理先知他不知道世界上只有一位神吗？可是他遇到那灵界里面伟大而有力量的存在的时候，他还是不自觉的全身瘫软趴下去啊。你说那是旧约人是不是清除？我们是新约的基督徒，绝对不会。那我想请问各位，你们觉得使徒约翰比你有信心还是没信心？大家觉得呢？你们都不点头也不摇头嘛，对不对？如果被 小弟注目过一段时间，整间教会在聚会的时候都拼命在点头跟摇头，因为你们回答错跟对都没关系，会增加印象的。我自认为我比不上使徒约翰有信心，而且还不是年轻时候的使徒约翰，是已经到九十几岁的使徒约翰。请问大家，你认为九十几岁的使徒约翰对耶稣基督认不认识？他算不算很有信心？这种人是教会的柱石，他的信仰绝对没有错误的，是正确的信仰。可是当你读到启示录里面，当他遇到那灵界里面出现的来传信息的天使的时候，你会发现使徒约翰的反应是他不自禁的要趴下去拜他。有没有发现后来是那一个灵界里面的天使 阻止使徒约翰，你不可以拜我，我跟你一样都是服侍神的。还记得这一段记录吗？因为我们是讲启示录啊。怎么会这样子呢？连使徒约翰这么有信心，对神这么有认识的，他在那一种存在之前都禁不住要趴下去拜他。我们是没有遇到啊，换我们遇到的时候，宝宝趴得更快，趴得更贴地面啊。所以这就是人的软弱，因为有这种软弱，人类倾向于崇拜跟敬仰比自己更有能力的存在，这是无法避免的。也就是这样子，所以难怪在各种的宗教里面，包括在犹太教里面，甚至后来所产生的基督教的教会里面，都有天使崇拜的状况。这在哥罗西书里面也提醒我们啊，所以不要去敬拜天使。两千年前的教会就有这种软弱啦，那后来更多。所以后来当然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基督教里面人数最多的罗马天主教派，他们废除了天使的崇拜。你们如果到欧美的地方去参观那边的会堂，会不会发现他们会堂里里外外除了刻了很多耶稣圣母之外，还有很多的使徒像，有很多的天使像。有没有发觉那些天使像不是放在那里好看的啊？
当初在磕的时候也把它当成崇拜跟祷告的对象的一部分啊。后来十九世纪他们废掉了，不然连我们天主教的朋友当初有所谓的天使品阶，叫做九阶天使的圣品级，所以他们把天使分成上中下三大位，每三个位里面又分成三种类的天使，最高等级叫做炽天使，那个炽天使是火字旁的，很炙热的炽，全身会发火的，类似萨拉佛。第二等级叫做炽天使，是智慧的炽、哦、我们不讲这个的，好像在传异端、啊、小弟子讲说，哇，连历史上的基督教会都难免有这种软弱，所以我们话拉回来，圣灵知道我们人有这种软弱，他就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第一个要比较的就是这种灵界里面的灵体的存在，所有人类面对的时候都无法避免的软弱，把它放在比较的第一顺位。这是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一二章先要比较天使。但这种比较啊，从一二章里面的各种比较，从他的名，从他工作的内容，从他在世界上存在的目的等等，一个一个比较下来，都显示出耶稣基督是超越这些灵体跟所有使者的存在的。这就是一二章的目的。所以我们说一二章就是要证明耶稣基督超越所有的天使。如果一二章里面要选一个经节，就是所谓的 key verse，好像钥匙般的经节来说明一二章的主题，那么小弟选的就是第一章的第四节。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一章四节，可以说就是希伯来书一二章的重点就在这里。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阿们。好，所以第一大段从第一章一节到十章十八节都是要证明耶稣基督的超越性，就是更美的耶稣基督，里面就有五大比较。第一大比较就是一二章，比较对象是天使，见证了耶稣基督超越所有的天使。那接下来第二段呢，五之二，五种超越性，五种比较，显示出耶稣基督超越性的就是三四章。可是三四章这里可能要进一步讲解，我们一样给各位两分钟看一下三四章，你可能就看不到天使了，看不到使者了，另外一个名词一开始就异常出现。两分钟给大家哦。好，我们在一分钟以内。时间关系，我们先让大家看到这里。大家可能很快速约略的浏览过希伯来书三四章，你们发觉一开始有一个名词又一再出现了，就是摩西，对不对？
所以他比较的对象，将耶稣基督在比较的对象就变成是摩西啦。那为什么是摩西排在第二个呢？很简单啦，除了那个灵界里面存在比人类更厉害的灵体之外，在旧犹太教的传统里面，或者是希伯来民族当中，他们心目当中除了神以外最伟大的人类是谁？除了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除了那位应许的王大卫，其实真正在他们宗教的地位上，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祖啊，但是对他们来讲更是他们的先祖，信心之父。可是有一位在他们崇拜以及跟神关系里面除了神之外最伟大的存在，就是所谓的先知摩西。所以在大家普遍认为宗教历史学家的认为里面，也把摩西称之为定位为犹太教的创始者，我们俗的旧约的旧约前五卷又称为摩西五经，创出立民生这五卷也是由摩西所留下来的口传跟其他的传统，最后被以斯拉文士给整理而成的。好，所以在希伯来人弟兄姐妹，他们自然会想到摩西，那比较的第二个顺位就放在这里。所以你看哦，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圣灵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一个一个比较都是相当严谨、有逻辑、有条理的。有没有发现到？第二个比较就是摩西。可是当大家刚才在读过之后，我们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摩西好像只有三章的一到六节讲到而已。接下来从三章的第七节一直到第四章的最后，虽然小弟把它归为同一个 range 一个范围里面，可是后来几乎不是在讲摩西啊，好像没有摩西这个东西出现啊。事实上不是的，是绝对相关的。为什么？前六节很简单的就将摩西跟我们的耶稣基督做了比较，那当然就是超越啦。不管在为全家的服事，以及被神安立的职分，以及将来他们对于这个神家在神家里面的地位，好，这几个比较，耶稣基督是超越以色列民族最伟大的先知摩西的。这个简单的事情讲完了，圣灵感动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告诉我们，也提醒当时弟兄姐妹一件事情。什么事？就恐怕要提醒你们有一个软弱，以前我们的先祖犯过，我们现在可能会犯，可能犯的是什么呢？所以接下来从三章七节，我们看到从希伯来书三章七节一直讲到三章十九节，好像不是在讲摩西，是在讲旷野当中以色列人的故事。有没有发觉？那这一段文字是怎么引出来的？也是借着摩西，把摩西同时代那些原来属神百姓的状况给引出来的。所以看起来明明不是在讲摩西，其实是借着摩西引出了跟摩西同时代，也是神命令摩西去带领的这一群百姓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约略看过之后，大家觉得这是正面的例子还是负面的例子？从三章七节一直到三章十九节，读得有点沉重，对不对？这应该是一个负面的例子。所以从三章后面借着摩西引出跟摩西同时代的百姓，借着这个负面的例证，在提醒两千年前的弟兄姐妹，包括今天的我们，不要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当初距离现在3500年前，距离写这封书信的1500年前，那个时候的百姓啊，他们其实是不太相信摩西的。虽然知道这是神差来的，可是在摩西宣告神的命令、宣告神的话语、宣告神的指示，在他的带领之下，很多百姓是不得不跟着，但是又不太相信摩西，常常跟他唱反调。这就是圣灵希望借由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当时的弟兄姐妹跟今天在座的我们不要犯的错误。所以他后来的文字都写得相当的严厉啊。你看从三章七节一直到十九节提到几次不信跟不信从，最后提到在旷野当中第一代百姓的结局几乎全部死在旷野当中，因为他们是神所厌烦的，因为他们说了哪些话，做了哪些事。在告诉我们，你们不要以为今天好像你们信摩西，就两千年前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提醒当时弟兄姐妹，不要以为你们好像很信摩西啊，现在来了一个叫耶稣的，
他就是预言当中那个接替摩西的，比摩西更伟大的。如果1500年前，我是说以2000年前这个时空角度，如果当初我们的祖先在旷野当中看起来好像跟着摩西，却不信摩西，而有那些不好的下场，今天我们要很小心。如果我们再不完全相信这一位跟摩西相似、比摩西更伟大的耶稣基督的话，我们的下场会更不好。结论就是这个，这就是希伯来书第三章的目的。那接下来这个负面的提醒之后，就进入了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四章也是借着旷野当中以色列百姓，他们原本在旷野当中行走的目标是要进入应许之地，得到神应许的安息。所以四章的文字又借着摩西引出来跟摩西同时代的百姓的一种负面的见证，接下来他引下来再提醒我们的目标跟他目标是一样的。虽然他们在旷野当中要守安息日啊，捡玛拿到第五天的时候要讲双倍，对不对？第六天的时候减双倍，第七天就安息啦。可是那个安息日不是真正的安息，所以重点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看四章第二节，这里就做了一个比较，就点出了三章四章要我们去思考的关键点。四章二节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阿们。哎，如果今天问说，请问旷野当中的百姓有没有福音传给他们？可见福音啊，不是新约的专利。福音就是从神来的好消息，神来的应许，神答应要赏赐的诸般福气跟祝福，这就是好的信息嘛。福音本来就是好的信息的意思。在旷野当中那一群被带出离开埃及进入旷野的人已经有福音了，那些福音都是当时神给他们的诫命、律例、典章跟吩咐。我们今天是跟他们一样的，所以四章二节就做出一个比较了。今天我们要思考当初我们跟这些百姓一样跟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要学习效法，要思考见解。为什么？因为现在差来的这一位比摩西更重要、更伟大，就是一个结论了。那所以当初那些百姓，其实他们在旷野里面走，那不是他们目标啊。他们领受的安息日也不是最终的安息日，因为有另外一个安息。希伯来书四章后面就在讲这个，有另外一个真正的安息，他们还没有得到。再类比到2000年前的弟兄姐妹，再类比到今天我们在座线上的诸位，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的。不管你今天在世界上遇到什么样的事，或许你最近觉得有很多的困难、患难，有很多的阻碍，有很多你觉得悲伤的事情，但是你不要忘了，今天在世界上，这不是我们最终要领受的。也或许今天你在这信仰里面，在生活里面，你感谢主，即使这次的疫情对很多人造成相当大的冲击，不管是健康上的，或者是他的经济上、生活上，但是相对的，我们没有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依然相当的平安幸福。但是我们也不要因为这样就满足了，因为这个也不是真正的安息。所以即使在这幸福平安里面，我们依然要努力追求，因为主耶稣说，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主耶稣没有说天国是被呼召来的人进去的哦，因为被召的人多，被选的人少。这个可以来呼应希伯来书三章四章的经节啊。什么叫被召的人多？被召就是呼召啊。教会是什么样的存在呢？新约希腊文的教会的发音是这个样子，叫 ekklesia， 它是两个字合成的 ekklesia， ek 就是出自于 ，lesia 就是呼召。所以教会最原本文字的意思就是被呼召出来的那一群人。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接受耶稣基督圣灵的呼召，接受了他宝血的洗礼，被呼召的那一群人。可是被呼召的那一群人，2000年前的旷野里面那些人也是一样啊，他们是原来是亚伯拉罕血肉的子孙，被神呼召呼出来到哪里的？到旷野里面。所以神借着摩西对法老说，你要放过我的子民，让他们到旷野里面来服侍我，还记得吗？法老一开始不愿意啊，
把他们呼出来，招出来，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属神的，服侍神，敬拜神的。可是被招出来就结束了吗？现在弟兄姐妹，我们讲一句更严厉的话，今天我们被呼来这里，招来这里，就稳妥了吗？就妥当了吗？没有，因为那些被呼召到旷野里面的，几乎第一代全部死在旷野里面啊。被招的人多，被选的人少。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可能会讲这个，有些弟兄姐妹会听不太下去。可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必须讲实话。使徒保罗不也是这样考虑的吗？他觉得自己已经得救了吗？他忘记背后的一切，向着前面的标杆直跑。他认为他自己已经得救吗？他不是说，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这是什么样的信心？保罗，你信心不够。你既然追随慈爱怜悯的耶稣基督，你怎么可能再认为自己不会得救呢？我们可以这样骂保罗吗？他讲的是实话，因为天国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这不是主耶稣讲的吗？所以主耶稣再讲一次，我再强调他的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弟兄姐妹，我没有努力吗？努力在哪里？是努力在世界上努力自己的事，还是在这之外我们更努力于神的国神的义呢？所以信耶稣可以信得很平安，但不能信得太舒服，因为我们都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请问这一句是谁说的？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若不这样不配做我的门徒，是谁说的？不是保罗，不是彼得，不是约翰，是一个叫耶稣的人。如果这个十字架没有难处的话，就不叫十字架了。我们不再一一翻过，这一翻下去我刚半小时都不够了，所以我直接讲了，大家都读过不是吗？我们是被呼出来的人，我们是 Ecclesia， 出自于被呼召，可是我们还没有被选啊。被选是什么时候？所以使徒保罗也提醒2000年前跟他最亲近的教会，他最挂念，觉得最支持他，也是当时2000年的模范教会，叫做腓立比教会。当我们读到腓立比书的时候，会发觉使徒保罗对这一间2000年前接近于模范的教会，最支持他圣工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他提醒的不是好听话。使徒保罗没有对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所以你们一定会得救，不是啊。他写的信中有一对充满了真理之爱的话，所以你们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还记得这一句吗？保罗自己这样看待自己，也给他最疼爱的这一群弟兄姐妹提醒，要恐惧战惊，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当小弟讲到这样子，有人说传道你这个信息太严厉了，难道我们相信要相信成这个样子吗？小弟再强调一次，在神有慈悲怜悯恩典平安福气，这绝对是没有错的，可是我们不可以因为这样就忘了神也有公义审判的一面。所以主耶稣一直在讲末日的道理，都是跟挑选有关系，还记得吗？最后两个也会取去一个留下一个。我希望今天在场的诸位跟在线上的每一位，我们都是那被召又被选的，将来都能在天国里面永远相聚，这是小弟衷心的盼望。但是连我也要学习保罗的心情。所以我们现在再拉回来，为什么希伯来书三章七节以后到四章突然会讲到这一个我们读起来有些沉重的经文，也是出于真理的爱啊。所以啊，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像当初那些先祖一样啊，因为还有一个真正的安息在等待我们啊。我们不要在眼前这些苦难或者我们自己所得到的就在其中迷惑啦，就不长进啦。这就是希伯来书第三章的讯息跟四章的讯息，也借此比较出耶稣基督比以色列民族最伟大的先知摩西还要超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五至一、五至二讲过了，第一大段的五个比较的第三个比较，篇幅比较长，是希伯来书五六七三章，一样让大家两分钟以上或左右稍微浏览一下，找出里面一直重复的字眼是什么，会比较有印象。你可以把它圈起来了。
其实它真正的分段应该是从四章十四节就开始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被那个圣经里面的章节给限制住了哈。从四章十四节一直到七章整个结束，它一直重复性出现的字眼是哪些？好，我们再一分钟。时间关系，抱歉，大家回去再好好查考。刚才小弟提到这个五至三第一大段落，见证耶稣基督超越性的五个比较。第一比较是一二章，比较的对象是天使。接下来是三四章，比较的对象是摩西，跟摩西同时代的百姓跟我们之间的思考跟比较。接下来其实是从四章十四节。四章十四节就开始的五至三第三个比较，这里面的字眼一直重复出现的，大家有没有发现？是大祭司跟祭司，大祭司跟祭司里面出现了接近二十次的字眼。当然，中间在第六章、五章后面，五章十一节开始到六章，好像有点跳开，不是在讲这个东西。小纪大家解释为什么？从第七章第一节又开始回到这个主题，一直到第七章结束。好，所以五至三啊，第一大段里面的第三个比较，就是拿人间或者说是以色列民族的大祭司系统跟祭司系统来跟耶稣基督做比较，证明耶稣基督超越所有人间的祭司跟大祭司。那我们知道，在人间的祭司系统，照摩西五经我们所领受的，就是被神所特别拣选出来的利未支派。只有在血缘肉体上属于利未支派的，才能担任当时以色列民族当中的祭司，是这个祭司系统的出处。那大祭司系统呢，又从这个利未支派里面的亚伦家族跟他的后代，就是世世代代做人间大祭司的。所以他从这两个角度不断的交叉轮错，一直切入，证明耶稣基督他在各方面，不论是他的这个权柄的来源，他被立的过程，以及他所执行的工作的时间性、永恒性跟有效性，还有一个是必须不断的一致着，他是一次完成的献祭，都来证明一个结论：耶稣基督超越所有的祭司、大祭司。这是第三个比较点。可是我们进一步待会稍微说明一下。第四章十四节开始一直讲到了五章的第十节，都在讲祭司大祭司。突然这个时候啊，希伯来书的作者被圣灵感动讲到的一个人物，就在五章第十节。什么样的人物呢？叫做麦基洗德。这个麦基洗德，如果我们当从创世纪里面的记载，发觉他记载的非常的简洁，有没有发现？其实那个经节是很少的。在圣经里面唯一有两个地方提到麦基洗德这个人物，一个就是在创世纪里面那很少数几节的经文，也没有交代出处，也没有交代去处，就是讲他突然出现了，亚伯兰向他献祭了，他祝福了，就结束了。然后第二个段落对这一个突然出现的人物描述的最详细的，甚至经节比创世纪还多的，就在希伯来书第五章跟第七章前面这几节。可是为什么第五章第十节一讲到了这个麦基洗德，突然好像话题就有点岔开了呢？
我们说上一次前天第一节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文体的特征是它非常的有逻辑有严谨，不像保罗一般的书信常常会岔开话题，在这里好像是岔开了，其实不是岔开了，就好像前面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三章后面好像不是在讲摩西，在讲旷野的百姓，在讲要进入真正安息的事情，事实上跟摩西是息息相关的。这里也是一样，希伯来书五章十一节一直到六章结束，看起来好像不是在讲祭司跟大祭司，实际上是借题发挥。怎么发挥呢？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被圣灵感动，突然要解明麦基洗德的奥秘。那麦基洗德是什么意思？麦基洗德他其实严格上来说应该不是一个名字，不像我叫的赖昌义就是我的名字，有名有姓。麦基洗德应该是一个称谓，在七章这里有提到，但是我们再从原文的角度，它是由两个希伯来文所构成的，叫 Melech Tzedek。 第一个叫 Melech， 就是王啊，希伯来文的王啊。 Tzedek 就是正义跟公义的，所以它是王公义的，王正义的，这是希伯来原文的直译，其实它的意思就是公义王、正义王，后面又叫做平安王，七章提到，它是一个称谓。所以这个麦基洗德什么样的人物呢？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里面，大家去翻阅，发觉说用几个字叫做来无影去无踪。以前小时候只要提到来无影去无踪，小弟都想到布袋戏里面，那个时候常常有一个主题叫云州大儒侠史艳文，里面有一个人物每次出来也是喷一些干冰啊，来无影去无踪还蒙面的，叫做长镜人。我讲这个可能很古代的大家不知道啦，大家要晓得啊，在圣经里面也有些人物是来无影去无踪的，你从旧约慢慢翻阅哦，他就突然出现啦，而且他的这种来无影去无踪的人物，你查到后来可能都是神跟天使的显现，包括这一位，我们等一下继续讲下去，包括在约书亚前面出现的那一位大元帅，还记得吗？说你要脱下你脚上的鞋，因为这里是圣地。可是那里他腰间藏着一把刀，在观看耶利哥城的时候，其实什么地方可以称为圣地呢？我们在发掘圣经里面岔开话题，天使出现的时候绝对不会叫你脱鞋。也就是什么是真正圣地，不是耶路撒冷，也不在任何地方，神降临的地方就是圣地，因为只有神是圣的。所以当他要你脱下鞋靠近的时候，基本上在神学上我们就可以视为神就是出现显现在那个地方。那么因此那个出现在约书亚前面的大元帅是谁呢？是做以色列人军队大元帅的，不就是神本身吗？好，我们现在拉回麦基洗德这个人物。当希伯来书的作者当要讲到这一个奥秘要解明的时候，他突然心里面想到了一件事，什么事？就是接下来五章十一节所提到的。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听不进去。奇怪了，明明又要讲又不讲，那干脆这两节就去掉就好了啊。那是因为突然想到弟兄姐妹的软弱啊。我要跟你们讲这么深奥的道理，对你们这么有造就的道理之前，我突然想到，在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还不是吃干粮的，好像还在吃奶一样。就接下来五章后面的经文，那什么叫好像在吃奶一样呢？当然不是吃实际的奶啊，而是指在属灵上的灵程跟他信心的程度。于是希伯来书的作者顾念到这一些可能需要再加强再提醒比较软弱的弟兄姐妹，他话锋一转，就引出了五章十一节到六章结束的这一段文字。这是一个爱的提醒，虽然这个爱的提醒在六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八节看起来似乎是希伯来书信里面最严厉的一段文字。大家读过六章一到八节有没有这种感受？讲的内容让人非常的沉重，几乎是不忍卒读，接近恐吓。这一段文字在新约圣经里面是难得一见的严厉。为什么讲到这个呢？其实从六章一节开始在讲到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不能等同于离道啊。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是说我们有一个道理的开始跟基础，我们要离开是说要长进，要进阶版的，不是离开这个道理。离开那个开端
要进入到更深信仰的程度跟内涵里面。好，这是希伯来书作者六章第一节所留给当时跟我们的讯息。那接下来讲到了，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二为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其实在第一节后半节到第二节所说的这些道理，就是指的第一节那些道理的开端啊。这些都是一个来相信跟追随耶稣基督的人必须先掌握最基础的道理。而这里讲啊，懊悔死刑，要知道哪些行为在神的眼中是死的，会致死的，哪些行为才是活的，被神所肯定的。要相信神，信靠神，要亲近神，多聚会，多祷告，这个还要讲吗？可是大家有没有发觉，有时候我们出去访问，明明已经信了几十年的弟兄姐妹，我们还是不断的要提醒他要多聚会，多读经，多祷告，难道这个不是出生五六岁就应该知道的吗？就是这样子，两千年前是这样子，今天也是这样子。信靠神这三个字，难道不在洗礼之前，或者在成长的过程中早就该知道了吗？还要不断在提醒我们要信靠神，这只不过是道理的开端啊。第二节，各种洗礼，有时候我们跟外教派的朋友谈到这一点，他们说：“哎，你们说真耶稣教会说洗礼就是合法大水赦罪重生的洗礼，只有那一种形式，面向下全身入水，奉主耶稣圣名被圣灵差派。”不是吧？你看经文说有各种洗礼，我们趁机再讲一下，我们大概就讲到这一点，明天圣诞。其实在原文里面没有礼啊，这个礼是翻译加进去的。原文里面，哎，我们那个英文洗礼 baptize 有没有？ baptize 是从新约希腊文的 baptizo 浸礼，这个浸这个字来的。Baptize 这个英文是 baptizo， 是因为希腊文来的。那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各种洗，就在这里。它原来的意思就要讲各种洗，没有礼。所以不是说洗礼好几种。那什么叫各种洗呢？已经解经，我们把这个字，将新约里面的所有的 baptizo 这些相关的字全部抓出来，会发觉新约圣经就讲到四种洗，四种洗而已哦。哪四种洗？就这里讲的各种洗，水洗、灵洗、道洗、火洗。水洗、灵洗我们都很熟吗？水洗就是大水赦罪重生的洗礼，灵洗就是我们领受圣灵，在圣灵里面不断的更新，神也借着圣灵跟教会成为清洁的心腹。还有道洗呢，神借着道将教会洗净。火洗呢，神耶稣基督来用各种的火洗净我们，是指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面对的苦难跟挑战。已经解经新约圣经讲的各种洗，就是水洗、灵洗、道洗、火洗。那这些道理都是道理的开端啊。当我们决定跟随耶稣基督认识道理之后，我们就要知道我们信仰生命当中一定会有这些状况产生的，这只不过是开端啊。所以你们遇到大苦难、大试炼的时候，不要觉得疑惑，反正要觉得大喜乐，这都是道理的开端啊。接下来呢，按手，怎么按手才能够不在他的罪上有份？死人复活，永远审判，各等教训，这些都是道理的开端。那么什么是进阶的道理呢？比如说像麦基洗德，他为什么会出现呢？这些在旧约里面的祭仪跟祭司体系跟渐渐的耶稣基督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他更美更超越在哪里？所以我们应该怎么达成？这才是进阶版的道理，包括希伯来书十二章所提到的苦难之章。希伯来书十二章讲的苦难啊，为接下来教会要预备的苦难阶段做准备，那个都是进阶版的道理，不是道理的开端啊。所以当希伯来书的作者要进一步去阐明这些道理的时候，他突然一想到，在我们当中还有些还不断的要勉励，要多祷告，多读经，多聚会，要相信神，亲近神，还有各种道理要搞不清楚，这都是道理开端，要离开啊。所以他苦口婆心的才讲出了这一段相对严厉的讯息，在提醒我们，甚至有些人信了这么久还认为说没有致死的行为。这就是接下来希伯来书六章从三节到八节在讲的，这么严厉的话，连这么简单的道理到现在还有人存着疑问，还认为没有致死的行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告诉你，有啊，如果你这么做了，就是等于是把耶稣基督重钉十字架，再也没有懊悔的机会啦。这些文字我们看一看，再想一想，
是不是今天在我们教会当中也还是有好多似乎是还在吃奶不是吃干粮的状况？这一些道理听起来沉重，却是道理的开端，最基础的而已啊。所以当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子一直分享完之后，你看哦，他就好像一个慈爱的父亲。有时候我们在教育我们的孩子，因为百般的提醒、温柔的教训，他都无法领受。有时候我们说重话了，发现一个孩子老是提醒他过马路的时候要小心，他老是在准备过红绿灯的时候，老是在那边玩耍，不注意车况。有一天我们终于气起来了，气起来讲了一句严厉的话：“你再不小心出去会被车子撞死啊！”我的小孩子吓了一跳啊，怎么讲这么恐怖的话呢？于是这一个牧者，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又发动慈爱了。所以你看到他画风突然一转，前面讲的很严厉，在第六章的第九节突然又变成在安慰了。有没有发现可能觉得自己讲话讲太重了，怕把某些亲爱的童女吓到了。他说第九节：“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然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阿们。说话说太重了，赶紧有乐带，没啦，我讲的这么多，我深信你们行为强过这些啊。那刚才讲那些是怎么一回事？大家要体会了，不是他精神错乱，而是他有那种像牧者慈父般的心，又提醒又警戒又安慰又鼓励，就是这样子来的。那么这么一鼓励呢，鼓励到后来哦，所以我们要坚定我们的盼望，要知道我们的身份跟领受的是什么。最后在六章二十节又拉回原来五章十节没有讲完的主题，有没有发现这些提醒之后，在五章二十节又拉回来了，又拉回哪一个主题呢？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阿们。好，拉回麦基洗德，然后七章后面这几节，一开头这几节继续在阐释麦基洗德的奥秘，然后接着麦基洗德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就是其实耶稣其实就是类似这旧约当中出现的麦基洗德，是值得亚伯拉罕跟所有利位子孙跟所有祭司大祭司体系都要向他献祭的。所以接下来的比较就是这个，从七章的第四节后面的这几节用一种三段论证的方法说，当初其实我们的祭司体系利未人还有我们的大祭司已经在亚伯拉罕的身子里面向麦基洗德献祭接受他祝福了。那位份大的才能帮位份小的祝福，所以各位这么一比较出来， A 比 B， B 比 C， A 比 C， 麦基洗德跟亚伯拉罕谁大？麦基洗德。然后这里再告诉你，耶稣是麦基洗德等次的，也就是也相对的将亚伯拉罕跟整个利未族跟祭司大祭司体系都放置在耶稣基督之下了。这边比较出来，耶稣当然超越人间所有的祭司跟大祭司体系，这是五六七三章来比较的五至三。好，我想今天先到这里了，明天我们来利用上午把整个分段做一个进阶结束。明天安息日下午我们要跟介绍一个贯穿整个希伯来书最重要的主题，也是整个圣经六十六卷对这一个主题讲的最透彻的做一个分享。我想我们这次圣经讲习会大概是这个样子。好，以上我们现在就来唱诗。